欢迎来这群的 IG 及 Facebook 跟我们互动哦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郑医生小姐吗？那因为小姐之前在我们这边做购买啊、哦，那我们的操作人员因为勾选错误，把你的电话。操作人员勾选错误，我什么东西勾选错误？是我们的人员操作系统勾选错误。对，你们人员操作错误是我的错吗？你们人员怎么操作的？你可不可以讲重要操作怎么样的错误啊？你操作了什么啊？喂，夏瑞同学你好，我这里是负责多益办考人员。之前你有办考一次，那我们这边作业疏失，不小心多扣款一次，那已经帮你报名了下一期，所以你会再多考一次哦。没关系，那我就再考一次就好了。就是整个一样的东西，你会再考一次。上一次其实我跟我妈有讨论过，我的目标其实是900分，那因为我考890分，我觉得不能算上是900分，所以我决定要再考一次。那祝你考试加油，谢谢。喂，先生您好，我们这里是超虾拍卖。之前您在我们这里消费2笔订单这样的，但是、奇怪，你有手有脚，别的工作不会做，你做诈骗，很好赚啊。是，还蛮好赚的啦。多好赚啊！你不相信，我可以讲给你听看看啊。我一通电话骗到20万的话，公司会分给我奖金1万1000台 iPhone。那如果我们这个诈骗，公司就送员工旅游全额付款，然后我们一组人是100人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看要不要加 Line 什么的，我可以就是。多跟你聊聊这样，好好好好，我赖是那个。你好，小姐，我们这里是拍卖网，因为你是说重点啊。好，那小姐，你之前有在我们的说重点，就是之前的购物订单出了一些问题。然后我要干嘛？你可不可以说重点？我现在很忙哎。数你死啦！我22而已啦，你脑包哦。我就不赢哎，我没有要猜你是谁。我就是欧宁在。哦，美凤姐哈。哎那美，我美凤啦。啊，要找我打两圈哈。无啦，我要甲你借钱啦。我借你的大台来借钱。谁？我啦。你谁啊？啊，我声音你听不出来？你也有个名字吧？啊，你猜没？你柯文哲啊、哦。哎，对了，我柯文哲啦。小柯哦，你早讲嘛，我家前面马路要修啦。你是谁？跟你那么熟。那我问你，既然我们这么熟的话，我全身上下只有一颗痣，在哪里？你那痣就长在那个屁股嘛。我塞你几颗的屁股嘞？你儿子现在在我手上，我建议3天之内把钱汇到我的户头。真的假的啦？哎，妈，我回来喽。妈，救我！妈妈妈，救我！救我！啊！闭嘴啊！你鸡婆什么啊？啊，我找人撞的啦。啊，这你儿子呢？啊，我亲生的，我亲自撞啊！你女儿现在在我手上，你不要抱着，不然……啊，你被绑架了？哦。你儿子现在在我手上，你赶快汇钱到我的户头，小心我撕票。没有关系，反正他也没有很孝顺的、啊，把他杀一杀，头剁掉了，四肢都剁掉，丢到海里面都没有关系呀、啊。是什么现在在我手上？你说我哥在你手上，你直接把他解决掉好了。反正我看他不顺眼很久了，那些钱他也不可能给你，因为是我留着要出国用的，我是不会跟我爸妈讲的，你放心。你女儿哦，今晚你们手上了哦，啊，你要再活命的话哦，等爸爸告出来了。你说我们家医生在你手上哦，怎么办？他要把他杀掉了，100万呢，老公，怎么办？你把他杀了？什么啦？你这叔叔，你这乱讲什么啦？他在房间睡觉，丢狗。喂，不好了，你女儿出车祸，现在在医院急救，现在要汇钱才可以动手术啊！啊，出车祸啊！你现在在哪里？请问你是谁啊？我是你女儿的男朋友。我女儿有交男朋友啊？请问你贵姓啊？啊，有没有车子？你有房子吗？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？啊，你们现在交往到几垒了？你给我1五1十的清清楚楚告诉我哦，不然我不去医院看他哦。喂，小姐你好，我们这边是这群婚友社，现在加入会员。可是我男朋友嘞，不用了。小屌认识的还是单身吗？有吧？真的、啊？那请问是男性还是女性呢？公的。男生吗？对，是一只我养的狗。你好，我是徐长润先生吗？因为我们那边不小心系统错误，以后会为12期的15号。又是12期，每次都不是12期就12期的，你根本诈骗集团嘛你！那我请问一下、哦，我是到超商取货付款哎，我为什么要有账户啊？这样要出来骗人，你资历也太浅了吧？
喂，小姐，你在哭吗？先生。嘿。你是不是觉得我骗人技术很差？按铃的小姐吗？是请购物，因为我们服务人员勾选的错误，所以变成你每个月都会自动的扣款出货，这样。每个月都扣款，每个月都会出货，那这样怎么办？因为我订那个跳蛋，我想说我原本是订一个而已，每个月一颗跳蛋，我觉得应该也是 OK 啦。可是你这样就会等于会有12颗跳蛋哦。我需求量好像蛮大，我其实可以要哎。请问是徐展瑞先生吗？因为作业上的疏失，所以变成扣款12。所以等一下我要输入我的账号跟密码，我等一下就按照你的流程，然后你会给我一组数字，然后我就要输入那个数字。先生你很有经验呢。哦对啊，我是在想说，那你喜欢星际大战？喜欢当喜欢。你也喜欢星际大战哦？你是想跟我一起看星际大战是不是？一起战七集啊？你知道吗？维格有星际大战的主题耶，还是我们去那边看一看啊？因为听说在那边自拍打卡蛮好看的耶。真的假的？我本身也有在做外拍啊，也有在学摄影，对啊。我有兴趣，好，对啊，因为可以下个礼拜，我怕太久哎，因为我怕被订完，我今天等一下去秒订，看有什么时间我就直接抢下来。好，那你要再打给我好不好？你看我们这边是购物网哦，因为你上次有在我们网络上购物，那因为操作上有错。你小孩知道他妈妈在这边当诈骗集团打给人家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。你不清楚哦，你还在装哦。哦，你们现在训练很厉害哦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请你讲话口气可以好一点吗？你不知道哦，如果有一天你打给你爸妈，请你也把你爸妈的钱全部财产都骗光光好啦。你可以讲我没关系，但是我不准你讲到我爸妈。哎呦，还有原则嘞。我从来没遇过你这种臭三八，看到你就想吐，你已经长得很丑，丑八怪呢。这边是国税局，请问是徐展龙本人吗？嘿，我是。那我这边有追查到先生有逃漏税的问题，需要您提供本人的住址与账户，我们才能将资料寄给您。但是我如果不提供，会怎么样？那我们会通知警方到您的住址进行逮捕的动作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就是你们需要我的地址，然后才能把资料寄到我家。如果我不提供的话，你们就会叫警方来我的地址逮捕我。是的。但是你们不知道我的地址，那警方要怎么逮捕我？这个，这个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郑医生小姐吗？哦，对，是这样的。那因为小姐之前在我们这边有做订购，那因为我们这边系统呢不小心错误。喂，小姐。嘿。那因为我们这边因为系统不小心出错，不小心重复扣款了30。对，这部分比较麻烦，就麻烦你到 ATM， 然后帮我验钞。那是。说他很久没有来看你们了，所以今天特别带他来看一下你们哦。伯父伯母，我想说我跟英生也交往一段时间了，所以我在想说，年轻人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希望她往后能够过得好一点。我们就讲直接一点，你之前的工作一直换，这么的不稳定，你薪水收入高吗？能养得起家吗？爸，你怎么讲这种话啦？伯父，我现在的新工作每个月拿50000元，保障9个月，真的很不错哦。薪水是不错啦，但是工时会不会太长？这样将来有了小孩，我们家生生会不会过得很辛苦？哎呦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啦。伯母，我现在弹性工作8小时，作息正常，我如果有空一定会帮忙带小孩。在台北生活不容易，那你未来对这个家有什么打算？伯父，我会努力一点，100万年薪，3年买房不是梦，我会加油的。3年买房不是梦？那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工作？伯父，我是在永庆房屋上班，虽然我没有厉害的家世背景，但是我有敢拼的勇气，努力肯学，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的有机会哦。来，看怎么样哈，妈妈帮你们排个好日子啊。他的八字给我，我来排。还记得给我妈妈哦。你们现在有没有缺人？伯父放心，永庆永远欢迎大家加入。好的。
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班？干杯，干杯，要去啊！日剧真的不一样。